你是组织的人，当年受民主所托，几番周折，多年来也未能跟组织的人联络。你一直在帮我，我引你们进来，为的就是我要让蜃楼之主认为。 玄玉，你知道多少？玄玉没有死，他在利用你们，达成一些目的。我的心脏已经被蜃楼希望你，我会替你转达给他。他就在这艘船上。所谓的蜃楼之什么？ 这艘船也是一个幌子。我明白了。后面，上面这奇怪的机关似乎被解开，是不是还要打开什么开关呢？你看右边还有一个房间。 过去看看吧，明主，银铃他。你记得银铃走之前跟我说过什么吗？为仆记得，银铃说此生无望报答明主恩情，希望以后即便死，也要死在组织的人手里。这便是天数，派人把银铃接回来吧。